啊，没事吧？还是烧的厉害。南星，南宁先照顾他，我回病人了。哎，万一有人搜上门，那咋办？ 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告诉你。你要是睡着了听不见了，那我就当是命。其实那天晚上我跟刘排长啥事儿都没有。啊，你在我这儿？对。喜子，你是个大姑娘，这事儿真传出去了，你的名声。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 你，醒了。啊，要回去啊？啊，去看看情况。还回来吃饭吗？不一定了。白天别出去，太危险了。我回来时候给您带点好东西，刘排长需要补补身了。 现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秀玲姐。我以前也照顾过病人，而且这煎药对火候特别讲究，我看你也不会，以后这些药都由我来煎，你过来拿就行了。嗯。哎，秀玲姐，你买药咋不会被人怀疑呢？就这几副药分开拿就行了。你表哥是哪村的？啥表哥？ 那个玉堂口村的，我好几个表哥呢，我以为你问另外一个。
拿着吧。快进去吧。哎呀，挨着个垛子，哎。儿子，掉一个蛋，这你可不敢掉啊，这成隔一蛋了。滚！哎，那是谁？哪个谁？就是刚那女的。啊，买菜认识的，他表哥从挺远的地方过来，被流氓给劫了，在家生病躺着呢。他住哪儿啊？应该离这儿不远吧。我看他挺可怜的，家里连个砂锅都没有，所以我就帮他煎点药。以后少管闲事。你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，但是我要为肚子里面的孩子尽一点责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姓陈，名字没问。喜子啊，这两天辛苦你了。说这干啥？前一段还有假消息说你叛变了，我压根儿都没信。如果我真的叛变了，你一定要立场坚定，毫不留情。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？没事，只是我这伤拖累你了。不碍事，就算你不受伤，我们也得来。你知道吗？赵队长派我协助葛二蛋找毒鸡蛋呢。毒鸡蛋？毒鸡蛋的小杰镇。嗯。爹，我饿。啊。抢啥子你啊？你弄那么多吃的干啥子？你我是会投胎的。我们俩不行。老子看你还敢不敢抢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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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吧。你们是我爹，你孩子妹妹，你们孩子啊，哎，哎，拿着给孩子吃吧。你带我去那个女的家看看。干啥？就是看看，心里不踏实嘛。你咋还疑神疑鬼的了？没办法，最近事情太多了。去嘛，走走走。来来，我扶你。来来来，慢点啊。那么多好吃的，啊！回头准备路上吃了。怎么样？刚睡了，还是烧。就这儿。
病人总该在吧？你踹门，反正你是二鬼，谁也拦不住你。算了，走吧。我说恁也真行，恁一下跟到这来了。快，快给大爷磕个头！快，快，磕头，磕头，磕头！别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好，饿了好几天了，没想到遇到您个大善人，给恩人磕个头，表个心意。喜子，孩子他娘呢？饿死了。给哪点钱？啥？给我点钱。那不，既然我心情好，那不用了，大哥，你给好多吃的了，我们就已经满足了。拿着吧，买东西吃，别全花了，啊，留着自己做个营生，开个烟摊儿，哎，就那借口就能开。啊，平时我也能照应照应的。行啊，行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拿着路上吃。哎，谢谢，快谢谢，快谢谢，啊，行了，走吧。行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啊，来。又乐啥？没有，你也说了，啊，这要饭的都能看出咱俩是两口子来。不是，我就在这想，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点夫妻相啊？你说说。哎，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行了，那我也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今天成了周日，我得去抓人去。那万一搜到这儿咋办？今天搜不到，明天晚上连夜出城，啊。哎。那你早点回来啊！你想我？咋还这样啊？你不刚才说了吗？狗嘴里边吐不出那个什么来。哎，你给我握那俩鸡蛋呢？给你俩朋友了。把我踢走了。进水，进水。这咋又烧了呢？哎，等会儿，我还得进去拿个文件。我去拿吧。我自己拿。秀玲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表哥，你赶紧先出去啊！你先出去，先出去，不，先出去。谁啊？啊！街坊没有盐了。你要带走，别到处乱跑。嗯，慢点啊。刚刚咋了？你表哥咋样了？还发烧呢。走，带我过去。走。啊。
南顿，您看看这个。牢房房哪儿找的？怎么会在那儿？这炸上去了吧？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昨天那个爆炸，应该就是他引的。秀玲姐回来，你看你就是以前没照顾过别人，辛苦你了，秀玲姐。药别停啊，等我白天的时候再找大夫去看看，用不用再多开几服药。嗯。然后如果要是发烧的话，你就多拿毛巾给他擦一擦，敷一敷，别的也没什么办法。秀玲姐，今天我去你家找你。你为啥对我那样啊？我还要正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以后你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别不打招呼来我家。为啥呀？为了他的安全。他真是我表哥，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啥都不知道。你认识我的事儿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任何人吗？那以后，我万一找你有啥事，那咋办？街头有个卖瓜子的小孩，到时候你跟他说让他过来找我的时候，就问我刚出炉的瓜子要不要，我就知道了。谢谢你，秀玲姐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你咋最近回这么勤呀？啊，回来拿两件衣服，这两天可能要住到营里。啊，有眉目了吗？找到些物证，顺藤摸瓜抓到哪间应该不难。那逃走的犯人呢？还在搜。你怎么忽然关心起这些来了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各城门都加派了人手，他跑不了的。这是孟喜了。哦，你就是孟喜的。他是谁啊？啊，妹子，俺兄弟，也是二鬼子。孟喜子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葛二蛋的呀。你知道葛二蛋在哪儿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啊。你快带我去找葛二蛋。哎，老子原来啊在鬼军那是混，现在在黄旗军还是混，说到底就一个字，混。哎呀，不过那句话说得好，叫做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那你跟梅子那就是亲兄弟啊，任何时候都是亲兄弟，正儿八经的。哎，你干啥子你？怎么呢？还怕核桃？哎，那个妹儿长得还有点乖哟。你打算躲我一辈子？你怎么来了？幸好我遇上麦子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。你是不是人？你为啥躲着我？快快快！哎，露馅了没有？还没。他们知道你跟刘金婶是事儿了。那咋办？会不会怀疑我？就是你有孩子了啊？哎，那个是不是二蛋没过门的媳妇儿啊？你咋知道？你忘了？上次他说那个刘进水糟蹋了他媳妇儿，完了还借通行证去收拾刘进水了。他那个样子，未必还记过媳妇儿，肯定是他噻。就是女孩子被那边赶出来了，只有这么说他才相信。不行，只有这么说。哎，你换个方法，不行啊！你有个孩子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自己干的事不知道啊？
爹把我赶出来，我到处找不着你。你倒活得真潇洒，你要我咋办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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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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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怎么找到了？谁说不要你了？你看，这不我现在呢，放心去了。啊，快叫叫老张，啊，弟妹，哎哎，我说二蛋。你好生说，好生说，是吧？两口子嘛，那个床头打架床尾和啊。是，我这不跑出来也是为了保命啊。那大事情况你也知道，啊，麦子，见过啊。喜子，别哭了，有地方住吗？嗯。啊，有地方住啊。那我去看看啊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好。哎，走吧，走走走吧。哎，照顾好，照顾好。我亲娘，你演的真像呢！吓死我了！刘锦水跑了，孟喜子来了，葛二蛋十八当晚就在牢房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？你来啥子？那个是你兄弟哦。把那两个看牢的，还有两打，交到我办公室来。别走，听我去算了。这话你跟齐天说去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？万一要是二蛋呢？啊，你未必真没法子了。这是我的地盘，谁也甭想糊弄我。谁要是敢欺骗我，那就是公然跟我作对，谁也不行，葛二蛋也不行。麦队，我们就是喝喝酒，打打牌，别的也没啥。就你们俩吗？要不咱们边吃边玩怎么样？来，孩儿。他待了多久？爆炸的时候他在不在？在。可是，葛二蛋中间出去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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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拉破屎去，转转运去。他出去待了多久？哦，很快，转眼就回来了。麦队，爆炸的时候他跟你们俩在一起，我看不像是他干的。是不是不用你告诉我？我就问你，他出门的时候带没带东西？带了个油灯。油灯？那他回来的时候油灯还在不在？他回来的时候是哭上。哎，灯呢？哟，忘拿了，我给拿上。他要去取，他这边发牌了，我就没让他去。那后来呢？我在院子里巡视，看见牢门口有人影一闪，赶紧拿手电筒一照，是葛二蛋。你没看错，除了他，谁那么缺德在大门口撒尿？那他撒完尿以后呢？来，回来了。啊，来。哟，这玩着呢。他跟张一王火在打牌，我就出来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手上的东西呢？没有。他就没有提一个油灯啊？他撒尿呢，拿什么拎油灯啊？达子，扎武现在已经躺在棺材里头，安安逸逸的睡口水，永远都醒不到了。但你还是醒的，应该学会好生说话啊。到底？有没有啊？啊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跟这儿干嘛呢？没有。那说不定他撒尿的时候就把这个油灯挂在房梁上了。我没注意看梁上。你就说有没得可能那个油灯啊，就真的挂在房梁上了？有可能。你跟老子说有可能，你跟梅队也说有可能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我不知道。你晓得二蛋是哪个的人噻？知道。梅队不来审你，也不喊别个来审你，偏偏让老子来审你，啥子意思？
麦队要避嫌，又怕别人真的审出对葛二蛋不利的事儿，所以让您来。老子以为你这个老货里头都是石头嘞，还是有二两猪老货吗？那就有吧。有吧？有，肯定有。嫂子，葛二蛋在撒尿，梁上挂个吊灯，是他挂的。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肯定有。好。哎呀，有准儿就行了。啊，回去吧。是。问出来了吗？一遍情况如何？油灯都是一个样，还被炸成那样。你呢，梅子？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我在军界混了这么多年，看得太多了。兄弟反目，不得善终吗？我们不说这个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说这个。你差点冤枉好人啊！这个油灯的事情是事实啊。那葛二蛋去撒尿的时候就提了这个东西，后来是挂在房梁上，忘了拿走了。梁达说他看见了，我怕他骗我，还专门去了一趟牢房，挂了几天了。现在你可以松口气了。从你第一天到这儿来，我就劝过你，干这行就是混下日子，你千万不能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在混日子，日本人待不长。我不在乎谁蒙骗日本人，我只在乎谁蒙骗我。不是，问题现在日本人还没走啊，你就这么锋芒毕露，吃亏的自可的是你自己啊！一招不胜满盘皆输啊！啊，你现在啊，宁可是找一个替罪羊，也不能把自己逼到墙角。你想没想过，万一要是葛二蛋呢？你啷个办？要被动。这东西救了他。这个东西啊，我看是救了你，正儿八经。正好家里没柴火了啊。哦。还有多远？前头就到了。哎，不行。啊？我这个肚子，哎呀，不行，受不了了。你咋了？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你懒驴上磨，快点啊！麦子，来擦擦汗吧。家里没针线了，我想去买点针线。你要去哪买？集市啊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慢点啊。买点水果。哎，这梨怎么卖呢？哎，梨是3毛。桃呢？桃是5毛。还有梨吧。我正好找你呢，我还想让你帮忙煎几副药。麦子。哟，这么巧啊！哎，媳妇儿，这是麦子媳妇儿。啊。你一直帮忙煎药的就是他。家里躺着病患啊，我表哥。阿难，她是你媳妇啊？对。
咱们别在这说了，进屋说吧。进屋说。好好好。不要了。闹了半天原来是表哥啊！哎，前两天碰到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？啊？根本不是他表哥。干什么？你吓唬你娘的！他村来个野汉子，帮着他从家逃出来了，他爹把他打得半死，真是过来找他的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杨宽子平时什么事都不掺和，怎么碰这个事儿他帮你了？你啥意思？你说啥意思？听不出来？我听不出来。你俩有意思？你才有意思呢！我问你，他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昨天他在家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啊？告你怎么今天到这个亮进门才跟我说？你现在没鬼弄这个呀？我怎么了，二蛋？我告你别说，我抽你！二蛋，我行了，二蛋。人家是为了救喜子，所以才伤成这样的，留下不是应该的吗？人家喜子不跟你说，是怕你多心。多心？你怎么知道我就多心？你现在不就多心了吗？其实让我说，你怎么这事都行？两个人不是吵架吗？我这不是在劝架吗？那你还让他们说？喜子，来，别气了，坐着好好说。来，都坐，都坐。没啥好说的，说啥呀？麦子，你给评评理。你们来几天了？三天。那个人从一来到这儿就病了。啊。秀玲帮你煎了好几天的药，他这事儿可是一点都没跟我说呀。是吗？你这天天这么忙的也不在家，而且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大呀，我就没跟你说。病人现在哪？家里躺着呢。你还真不要脸，你还好意思说你？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再说一句。二蛋，你姑娘，你大男人得让着点。人家喜子要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人家干嘛要进城找你啊？我看还是你多心了。走，带我去看看去。啊，不去不去，看了我心，饿了我先吃饭。对，我去做点饭去。你们俩这事不解决，我吃饭都吃不香。啊，徐良，你先做饭去啊。你们俩，带我去看看，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啊。哎，好，带你去看看。啊，徐良，我两个鸡蛋啊，嫩点回来吃。走，徐良。白哥，二大哥，二队，生会人到红星楼了，救上去了。你让他们再等会儿。不行吧？有日本人，您知道吉田那脾气，您要不去，他肯定成麻烦。你不是没吃饭呢吗？正好，咱们一块去红星楼。你不去看了？告诉你嫂子，别让他忙活，我们外面吃啊。把外套从头部拿来啊。啊，行，那您回去吧。哎，媳妇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去吧。娘们儿家，回去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么点事儿，你闹别扭，你一块儿去。走走走，一块儿去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，请请请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批货呀，还得靠麦队亲自押送，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，是不是麦队？这样事情不用麦队亲自出马，我们兄弟伙去。就给你们保证绝对平安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有啥事情尽管说一声就是。老大，愣着干嘛？带我向客人敬个酒。啊，应该应该。来来来，原道而来啊，敬二位。来，我先干为敬啊。好好好。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嗯，哎，喜子，吃菜，吃菜。喜子，啊，咋了你？哎，来来来，吃
算不算？来，你看。哎，你这抽烟呢？不是不抽烟的吗？不会抽不会学啊。哼，你怎么了？舍不得？哎呀，抽，你拉嘛。张大哥，我敬你一个吧。啊？哎，你敬我那么好生活一下哦。来，对不起，哎，你看你这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这把烟全弄湿了，你这哪？哎呀，没得关系，没得烟，没得关系，这不行，你看，这都没得抽的了，那，我现在给买盒去。哎呀，没得关系，不用买，别，这两回事，就在下边有，没事啊，你说二袋子行不行？这个。哎，香烟了啊！哎，卖香烟了啊！哎，香烟了啊！香烟啊！嗯，海哥啊，待会儿想客人敬杯。哎，好，来，哎，是，那你说什么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！来，哎，抽烟。你买那么好的干啥子？哎，这不来客人了吗？应该，来，咱一块分，来，坐起，来。那今天的事情就这样，下次咱我再请你们喝个痛快。哎，添麻烦，哎，事情就多快点。哎，你要的。走吧，喜子，去你家看看。啊，哦。走，随机应变。咋随机应变？我们多少钱？哎，老张，咋的？找几个信得过的弟兄，到他家门口等我。你要干啥子？快去。哦，好。人呢？咋了？呀，你还真在这来了？你躺的挺舒服，你还。我洗了，你看他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儿不都说过了吗？哎，你快躺下。嗯。大热天捂着被子，对伤口不好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对不住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让病人好好休息吧。喜子。啊。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多去问问秀玲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哎，慢点。哪个样了？啊，没事，走吧。哦，走。厉害，小意思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今天真太谢谢了啊！你谢谢我，我还得谢谢你帮我那么大忙呢，是不是？那个大哥大嫂，以后有事吱声啊！好嘞，我走了，走吧。我也不知道你脑袋里都装些啥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好赖话听不出来啊？夸你呢？咱还差不多。那你也夸夸我。夸你什么？你以为今天那包烟是我不小心弄湿的？哎呦，可以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的？那是，那叫近墨者黑。什么黑？就是跟狐狸待久了吧，自己也沾了狐气。你呀、啊，你不是狐狸，你是狐狸精，你是。滚！哎，不对，你狐狸精可不这么说，狐狸精一般都说，来呀，那种。病人还好吧？还躺着呢。那葛二蛋和孟喜子没事了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这葛二蛋啊，就是瞎闹腾，明知道那个人跟喜子不可能。比他大20多岁呢。